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啊，要再来一遍，谢谢。好好好，不急。
却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这首歌因为是有电影副歌，所以它副歌的时候你情绪就要起来。我感觉你一直就很低。嗯testing 1 2 3，姐，你的东西要打印出来吗？不用哈。
Thank you.
我们今天的崇拜还有三分钟就要开始了，我想邀请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自己，准备一会儿就要开始的崇拜。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很开心我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又一次回到我们的教会中，我们一起面对面的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我感觉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多弟兄们穿着正装来到我们的教会了，今天我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当然我们也很开心今天也是神的主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敞开心一起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神。我想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站立好不好？我也想邀请电视机前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站立，来预备我们的心。在哥罗西书这样说道，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恩的心也更增长了。我们很开心啊，最近我们又一次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有一起查经的时间。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很久没有跟组内的弟兄姐妹们有一起查经，有一起代祷的时间了。最近呢，我自己也是有非常多的感触，当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反思自己，来感谢，来彼此代祷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他是掌权的，他是做主的，他是我们的主宰。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万有，他是领导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口来敬拜我们的神。求我心中我成为我一项，主我敬仰，
着火睡醒，丝绒是我光，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真言，我愿常跟随你在我身边，你是我生父，我是你子，你常居我心，我与求虚名，也不求富有，你是我基业，从今到永久，为你在我心永远居首，天上大君王，你是我万有，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阳，容我向天乐，我已大声张，我心属你心永无边隔，万有的主宰成为我一想。是的，神，我们的心永远属于你，让万有的主宰成为我们的一想，我们的心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称颂神，我们唯一的神。神，我们随时都可以相信你，无论是在高山或低谷，无论境况如何，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为此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我们把我们自己全人全身全心都交托在你的恩手里面，你来带领我们的一生的脚步，
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或许不是那么的平坦，但是神，我们相信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也全然地交托在神你的恩手里面。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能够有这样好的敬拜和崇拜的时间。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感谢主啊，真的是很久都没有看到那么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当中，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恩典一起来敬拜神，真的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接下来是牧祷的时间。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是我们需要交给神的，我们愿意我们把我们的需要也能够真的通过祷告来达到神的面前。如果有谁弟兄姊妹需要带祷的呢，也可以联系我，也可以告诉我们组长，我们也可以放到我们的祷告事项当中。如果也可以在主日上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当然说今天我们继续为我们的万国万民来祷告，我们今天特别是为着土耳其的这个波斯尼亚族来祷告。虽然说土耳其它不是一个很穷很落后的一个国家，但是其实他们国家的伊斯兰信仰是非常非常的坚固的。然后我们也真的是在他们那个国家里面，如果是信主的话可能会受到逼迫，其实我们也真的是需要特别的为这些族群来祷告，希望神真的是能够去帮助到他们。我们看到这个波斯尼亚族群虽然说人不是很多，他们也能够接触到一些圣经的翻译本，但是呢他们这个种族其实是信主的人比例非常非常少，基本上都没有信主的，求神真的是能够去帮助他们。然后我们除了为万国万民祷告，我们也为着我们澳洲的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来祷告。我们会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有新的疫苗出来，我们的国境也会重新的开放，真的是求神也能够去保守。虽然这些都不是万无一失的措施，但是也是有时候也是政府权衡以后必须要做的一些措施，求神来保守。然后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洒水系统安装来献上感恩。虽然说我们的主堂副堂基本上都安装完成了，还有一些办公室还没有完成，但求神继续的去带领。我们也为今天晚上会有聘牧委员会会议，我们也求神能够去带领，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去清楚知道在神的带领下我们教会需要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个主恩牧师。然后我们也为中年组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对，好，我们一起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低头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神。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你真的是爱我们的主，主啊，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主啊，你一直在那边，在天上，在聆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也真的是回应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切切的为着为信主的族群，我们为万国万民来祷告。主啊，你真的是你爱你所创造的人，主啊，你也真的是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归向你，称颂你为主。主啊，我们也真的是特别的为着这个土耳其的波斯尼亚族我们献上祷告。我们知道在他们的族群当中真的是有很少人很少人认识你，很少人把你尊为圣，但主啊，也都亲自的去怜悯他们，主啊，也愿意你的福音在他们当中传扬，主啊，也愿意他们所有人都归向你，主啊，都祈求你都兴起波斯尼亚族群能够去接触到耶稣基督，能够去明白主啊，你才是唯一的救主，你才是那样的一位救赎主。主啊，都祈求你都兴起你的工人也在波斯尼亚人当中去展开这样的一个归向主归向基督这样的一个运动，无论他们是来自东欧来自土耳其来自任何的地方，主啊，都祈求你来使用他们。主啊，都愿意主啊，都更多的人能够悔改向你，也愿意在波斯尼亚的这些少数的这样一些信徒里的这样的一些传扬下，主啊，能够福音在这个当中在他们族群当中得到传扬，主啊，也能够从罪中得到释放。主啊，都祈求你来亲自的掌权。主啊，我们也真的是继续的为疫情来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在洪水当中依然做王的主，我们也知道主啊，你也真的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一个主。主啊，我们也真的是澳洲也真的是在经历了好几次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反复以后，
主啊，我们也真的是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在二月下旬的时候会有新的疫苗的出现，也会开放我们的国境。主啊，都祈求你的保守这一切的顺利的进行。主啊，也祈求你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尽快的从这样的疫情当中恢复过来，也让我们能够去在工作上、生活上，无论是在任何的情况下，主啊，我们都能够去恢复这样一个正常的生活。主啊，我们都祈求你来亲自的掌管，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也为着我们洒水系统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真的是你呼召我们，你让我们真的是为着我们的教会去奉献，为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地点，主啊，也能够去摆上我们的所有。主啊，你真的是感动众弟兄姊妹愿意为这样的一个洒水系统来献上，也愿意真的是在各方面主啊都能够去帮助这个洒水系统的完成。主要我们也看到工程已经基本上也接近尾声，主要也都祈求你的继续的去引领，也继续的去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去结束。主要也都祈求你使用这样的一个更加安全的教会，都使用这样的一个物业，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能够去一起的敬拜你，让你的名得到高举。主啊，我们也为着今天的我们晚上的聘牧委员会的会议，我们都献上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们看见，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你心你所喜悦的仆人在那里要带领着我们。主啊，我们也都祈求你都亲自的引领我们去揭开这样的一个纱布，让我们能够去亲自能够去看见主啊你在这个当中对我的美好的旨意，远远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主任牧师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为我都保守和祝福我们中年组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姊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心，无论是他们真的是在关怀上，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些需要上，主啊，他们都尽心尽力，他们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摆上自己的精力。主啊，都祈求你亲自的去纪念，亲自的去报答。主啊，我们都谢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都是奉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主席。好，感谢主，这么多弟兄姐妹都回到崇拜当中，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哈。好，现在到了我们奉献的时间。那么我们都知道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的，那么也是每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现在还是鼓励大家做电子转账的奉献。如果说你还是想做现金奉献的话，可以在我们副堂的门口有一个奉献箱，可以在那里做奉献。好，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为了奉献向你祷告。天父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我们都只能在网上崇拜。但是我们都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并没有因此奉献而减少，我们都为此而感谢你。我们也知道都是因着你的恩典，还有弟兄姐妹的奉献和付出，我们教会的洒水系统都可以有开始进行，我们都感谢你。我们也都在这里都感恩，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获取钱财的能力，真的是求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你都保守我们有这个甘心乐意奉献的心，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你所喜悦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号祈求，阿们。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简迪明牧师，然后会有王超弟兄为我们做翻译。今天的经文来自于列王记上19章19到21节，还有列王记下2章1到22节，请听我读出。列王记上19章19到21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头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
列王记下二章一到二十二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 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进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一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以上是神的话。 Now let's welcome Reverend Ken。We'll just change over.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大家早上好。It's a privilege to share with you from God's Word on such a special day as today. 非常特殊的时刻，非常感恩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I want to congratulate Frank on this solemn but joyous occasion in which we are setting you aside for the pastoral oversight
of this Mandarin congregation here at CBC. 在这个庄严而欢乐的时刻，我们恭喜刘传道，被分别出来对中央浸会国语堂进行牧养。Of course, it is God who calls and who gifts us for such ministry as this. But on this occasion, it's where we come and affirm that calling. 当然，这是神呼召我们在并赐予我们这样的事工，但这是我们肯定这份呼召的场合。Obviously, there is a sense of a fresh anticipation of a new venture, a new partnership. 当然，我们对这种新的合作同伴关系，我们会有一种新的期待感。Tinged by, I suspect, with a level of nervousness. 可能会有些许的紧张感。Maybe even some apprehension. 甚至可能会有些担心。Because this new partnership signifies an important change in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the Mandarin congregation. 因为这种新的伙伴关系将会标志着国语堂会众生活事工会发生重大的变化。And things do change. 事情确实发生了变化。And whenever we face times of change, it evokes within all of us all kinds of emotions and memories, mixed emotions.每当我们在处于一个变化的时代当中，它都会唤起我们所有人内在不同的回忆和感受，以及复杂的情绪。And memories can bring back feelings of sadness over things lost. 记忆可能会带回一些失去东西的悲伤感。But also joys about the growth and the development that's taking place. 但同时也对已经发生的成长和发展而感到高兴。Change always arouses within us numerous apparent conflicted feelings in all of us. 改变在我们所有人当中都激起了无数的明显的矛盾情绪。We become acutely aware of those things that have been precious to us, of which we may be losing, and the grief that accompanies such loss. 我们会敏锐到并意识到那些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在失去，以及伴随着这种损失而来的悲伤。And insecurities about the unfamiliar. 由于不熟悉感而带来的不安全感。But likewise, there's a measure of excitement about the unknown which lies ahead of each of us. 同样呢，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对一种未知事物的兴奋。一种冒险的感觉。A sense of adventure, of unexplored territory, particularly in regard to relationships. 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探索未知的领域。An anticipation and hope of a renewed beginning. 也期待和盼望一个新的开始。You see, you bring all of these and much more with you, as you as a congregation commence.With this large step into a new and exciting adventure with Frank as your pastor. 作为会众，我们也带来了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开始了与刘传道作为牧者而开始了令人兴奋的关系的一大步。And while it's appropriate to recognize and give thanks for the past under Reverend Zeng's pastoral leadership, we must nevertheless look forward.To this new beginning. 当然，我们都对郑牧师过往的贡献，表示认可和感谢。但我们也必须面对和开始展望这个新的开始。In no way does this diminish at all any previous ministry, but I trust that the new excitement is heightened because you believe that Frank is moving into this role because God has called him. 这绝不会减少以前的任何事工。但我相信你的兴奋会更加的加剧，因为你相信流传到进入这个角色是出自上帝的。So this morning I want us to consider the emergence of a new leadership amongst God's people that took place as described in the Old Testament, which we read a few moments ago. 正如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经文，我们想让大家思考一下，在上帝的子民中出现一个新的领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It's the story of how the ministry of God's prophet Elijah comes to an end, and a new ministry emerges in Elisha.
这是关于上帝的先知以利亚时代的结束以及以利沙时代的开始。Now, Elijah had previously burst into the scene quite suddenly. 以利亚以前突然出现在现场。We know nothing of his background. We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s family, or his current family, or his occupation or location. 我们对他的背景一无所知，他的原生家庭、现有家庭、职业及现状。And yet his whole life is characterized by power. 然而他的一生都是能力显著。We find 11 dramatic miracles recorded in the scriptures, including his confrontation of the prophets of Baal at Mount Carmel. 我们在圣经中发现有十一处神借着以利亚的手行的神迹，包括在加米山上与巴利先知的对战。He's a man of strong passion. 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In fact, rarely do we see him when he isn't the subject of some kind of passion or another. 事实上，在圣经中，我们很少发现他不是带着激情出场的。A passion for scorn and contempt. 都有很少注意到他这样出场。A passion for revenge and anger. 藐视和轻蔑的激情，愤怒和复仇的激情。A passion for sadness and rejection, despair. 悲伤、沮促和绝望的激情。A passion for preaching. 对讲道的热度。A passion for prayer. 对祷告的投入。Enormous love and enormous anger and so on. 巨大的爱和巨大的愤怒等等。And he was a powerful man who confronted the kings and the queens, the political and the religious leaders of their day.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敢于在他的时代对国王和王后对峙。He experienced great victories.And yet before his ministry ends, he becomes even so weak and downcast and embittered. 他经历了伟大的属灵胜利，然而在他的事工结束之前，他变得如此的脆弱。But despite all his humanness and his failings, he was God's man at that time. 尽管在他的身上都有种种的人性的软弱，但他依然是那个时代神所差派的仆人。And that's encouraging. 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But this morning, I want us to focus more on Elisha, who followed Elijah, and see how his calling and setting aside might speak to us today. 今天早上呢，我希望大家更多关注跟随以利亚的以利沙，看着他的呼召和景况如何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说话。He was different from his predecessor. 他与他的前辈不同。We find him in 1 Kings 19 out plowing a field. 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中，发现他在耕种田地。His father was a farmer, and he was out plowing his field when he received God's call to prepare for the ministry that lay ahead. 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当神呼召他的时候，正在田里种地。And he wasn't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because he was the last plowman of a whole line of plowmen. But he had a strong sense that God was calling him to minister. 他并不是整个农夫队伍中的最后一个农夫，但他强烈地感觉到上帝在呼召他。And Elijah makes a fire from the wood of his familiar plow, and he slays his favorite oxen, and he makes a feast.以利沙用他熟悉的耕犁的木头生了火，杀死他最喜欢的一头牛，做了一顿盛宴。And he was openly proclaiming that he was putting his former life behind him, never to return. 公开的向所有人宣告，他把一生抛在脑后，永不回头。Now that's not to suggest that there was anything wrong with his previous occupation or lifestyle. 这并不是说作为农夫有什么问题。But he was literally burning his bridges behind him as he sets out on this new ministry in response to God's call on his life. 只是证明为了响应上帝对他生命的呼召，他破釜沉舟，断了自己的后路。However, in 2 Kings 2 and verse 9, Elisha asks for a double portion of God's spirit to enable him to follow in Elijah's footsteps.然而在列王记下二章九节，以利沙要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以至于他继续以利亚的事工。Because he was very
conscious of his own inadequacies, his own limitations. He greatly admired his predecessor.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性，也非常钦佩他的前辈，他觉得自己很不够。And he felt inadequate on his own. 他觉得自己不足。He felt he would need twice the motivation and faith that Elijah had just to maintain the ministry and the leadership to the nation. 他觉得需要于两倍于以利亚的驱动力和信心，只是为了维持整个民族的事工和带领。But Elisha was not Elijah. 但以利沙不是以利亚。He was the gift of the living God to Israel of that day. 他是永生神赐给那个时代的一个以色列人的礼物。That God would look after His people by giving them the leadership they needed at this particular time.神会眷顾自己的子民，并且在特定的时按着自己的时间赐给他们所需要的领袖。There was the time when they needed Elijah's ministry, but that had now come to an end. 他们需要以利亚的时代的事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Now there would be a new blessing in store for Israel. 现在是神新的祝福以利沙的时代。Now it appears at first that Elisha tried to fit into Elijah's shoes, or more accurately, his cloak. 在这个经文里，我们看到以利沙想要穿以利亚的鞋子，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他的外衣。He tried to be a new Elijah. 他想成为新的以利亚。And he sets out in Elijah's mantle or cloak, and he did his first prophetic work with it.他穿着以利亚的斗篷，试着做第一次的预言。But he wore it awkwardly because it didn't fit, and soon he had to lay it aside because it wasn't him. 但他穿的显得非常的笨拙，因为他并不合身。很快的就把它放在一边，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以利亚。You know, Elisha was an altogether a smaller, a more homely man than Elijah, and.He wisely preferred before long to put on less startling and outstanding clothes. 以利沙是一个比以利亚更小、更亲切的人。他明智的宁愿在不久以后穿上不那么惊人，甚至更出色的衣服。Elisha didn't express his passions as strongly as Elijah had. He was a more gentle and homely, more sensitive type, a country lad, but he was different.伊丽莎没有像伊利亚那样充满激情，因为他是一个更温柔、更亲切、更敏感的类型，一个乡村小伙，很不同。And interestingly, even though Elisha's miracles were not as dramatic as Elijah, the scriptures actually record twice as many miracles performed by Elisha. 有趣的是，虽然伊丽莎并不像伊利亚那样戏剧化，但圣经却记载了。关于以利沙的神迹是超过以利亚的两倍。We just don't remember them as much. 我们只是不记得那么多而已。In fact, many of these miracles, especially in 2 Kings 4, have great similarities to the miracles that Jesus himself would later perform. 事实上，这些神迹当中的许多，特别是在列王记下第四章中的神迹，与主耶稣自己后来所行的有很多雷同之处。They show God caring for the needs of just very ordinary people. 他们都表明了我们的主上帝非常关心每一个普通人的需要。Not so much the clashes with authority as it was with Elijah. 以前，与其说是与以利亚那样的权威发生冲突 ，Elisha was his own person. 不如说是他与自己的冲突。And so it was a time for change and further blessing.Under Elisha's ministry, 这是一个以利沙事工下需要改变和进一步祝福的时刻。The point I'm wanting to stress is that each pastor needs to be allowed to be the person that God has created them to be.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每一个牧师都需要被允许成为上帝创造他们要成为的一个人。To be themselves, 做他们自己。
Israel needed a different prophet at that time, not a replica of Elijah. 以色列当时需要一个不同的先知，并不是一个以利亚的复制品。Now there is much that emerge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Elijah and Elisha. And as you set aside Frank for ministry this morning, I want to restrict myself to just a few. 从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比较当中会有很多的不同，因为他们的服事会有很多不同，但是我们今天想让大家关注以下几个方面。Frank, it isn't helpful to compare yourself with other pastors.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and shaped you as a person and as a pastor. 流传道将自己与其他牧师进行比较是没有帮助的，包括那些对你个人和牧师有重大影响和塑造的人。For Elisha soon realized that he needed to be the person that God had created him to be. 伊丽莎很快意识到他需要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那一个人。He wasn't a duplicate of Elijah.And to try to be so would have been a loss of integrity and authenticity. 他不是以利亚的复制品，试图这样做会失去正直和真实性。For whatever contribution that Elijah had made to people's lives, Elisha would build on that in a different way. 无论以利亚对人们的生活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利沙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基础上再接再厉。You know, the prophets and former servants of Elijah who came from Jericho acknowledged Elisha's leadership, but they immediately wanted to go back and find Elijah. 以利亚的先知门徒和仆人们从耶里哥来认可以利沙的领袖，但立即又想回去找以利亚。Their loyalty was misplaced. 他们的忠诚放错了位置。In fact, Elisha became so frustrated with their badgering that he said, "Well, go, see if you can find him, if that's what you want." 事实上，以利沙对他们的纠结感到非常的沮丧。他说，如果你们想要这样做，尽管去试。Because they came back empty-handed. 当然，他们空手而归。There have been some great pastors who have gone before you over the years.Here and elsewhere. 这些年来，有很多伟大的牧师在我们身边走过。And we thank God for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y have made to yours and other people's lives. 我们因着他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的贡献和影响而感恩。But God has set aside you, Frank. 但神已经把流传道分别出来。And you will make your own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life.And ministry of this community. 你将会为这个社区的生活和事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Secondly, you need to be realistic. 第二点呢，你需要现实一点。As a church, you have called Frank because you believe he is the person that God would lead you at this point of time in your history. 作为一个教会，你们之所以称呼刘信以为刘传道，是因为你们相信他是上帝在这个历史阶段派来带领你们的人。You recognize the strengths and the gifts that he will bring to this place at this appropriate time. 你们也认识到，在他会给这个地方带来的力量和恩赐，在这个时候是合适的。But I'm afraid he's not a super pastor.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超级牧师。No such thing. 世上没有此事。There are areas where he is not gifted, and he has limitations, as all pastors do. 他有本身的局限，有限性，有些地方也不会有天赋，就像所有的牧师一样，都有自身的局限性。He cannot be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 他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一切。He cannot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everyone. 他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期望。Because often,With pastors, each of us has our own impression of what we expect. 因为通常对于牧师，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的憧憬。Elisha was not Elijah. Each made a different contribution. 以利沙不是以利亚，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贡献。And although Elisha may not have been in the same limelight as Elijah, 虽然以利沙不会像以利亚一样在聚光灯下。
The woman whose sons were taken away to slavery to pay for her deceased husband's debts, and whom Elisha multiplied the oil to pay the debt. The raising of the dead of the Shuramite woman's son, the healing of Nathan, the purifying of the poisonous dew, and so forth. These people were very thankful for the ministry of Elisha. 圣经中有一个妇人的儿子被当作农奴去偿还她丈夫的债务，同一个妇人以利沙用她仅有的一瓶油帮她还清了债务。书念妇人的儿子死而复活， Nathan 得到医治，净化有毒的炖菜等等，他们和许多人都非常感谢以利沙的事工。 Thirdly, ministry is to be shared. 事工是共享的。 Neither Elijah nor Elisha were able to do their ministry on their own. 以利亚和以利沙都不可能单独完成神要他们完成的事工。They were the company of prophets at Bethel and those at Jericho, and there were the 50 who followed over the Jordan. There were those who went looking for Elijah and so on. 在伯特利有先知的同伴，在耶利哥有先知门徒，有50人跟着过了约旦河，还有去寻找以利亚的人等等。 Elijah and Elisha were to give leadership and to be involved in ministry, but they did not do it alone.以利亚和以利沙都要领着并参与事工，但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做。And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emphasis is also ministry being shared by the body of Christ. 在新约中，我们所看到的重点也是在基督的身体内共同分享圣工。Frank, you will give pastoral oversight, but it's the rest of this congregation who will share in ministry with you. It's a partnership.刘传当将会作为牧者来监管事工，但这个整个会堂的其他人会与你一同分享事工，这是一种伙伴关系。And you as a congregation must be very careful that you do not put too much unrealistic demands upon Frank as pastor, but to join with him in this shared ministry. 作为会众呢，你们也必须要小心，不要对刘传道有太多不太实际的要求，并加入他与他同工。And then fourthly, for any relationship to be enduring and mutually satisfying, there needs to be a level of trust that develops. 第四点呢，要使任何关系长长久久并且相互满意，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And that doesn't happen easily, nor without a measure of pain. 这都不会容易的发生，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痛苦。In their case, Elijah and Elisha had spent some time together, nurturing relationship till the time came when Elijah was taken away by God. 在他们的情况下，以利亚和以利沙都花了相当的时间一起培养他们的关系，直到以利亚被神接走。And Elisha was grief-stricken, and he tore his clothes in two. Such was his loyalty and grief as a result of his loss.伊丽莎悲痛欲绝，她把衣服撕成两半，这是因为她失去亲人而感到的忠诚和悲伤。And you too will need to continue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further. 你们也需要继续的相互了解认识。And for you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as pastor and people, you need to continue to identify and affirm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Giftedness and talents. 作为牧师会众，你们彼此建立关系，识别和肯定彼此的优势、局限、天赋以及才能。To respect what each other has to offer, as you work together as partners for the good of the whole body. 尊重彼此所能提供的一切，你们作为同工关系，为着寻求基督身体的益处而共同努力。Frank, you are a man of God who seeks to listen to God and the promptings of His Spirit. 刘传道，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寻求聆听神和神的灵的指示。I know you have a love for God. 我知道你对神有爱。And for people. 对人也有爱。You are a person of integrity, and I sincerely believe that this is the place that God has called you to serve.你是一个真诚的人，相信这是上帝呼召你服事的地方。The problem for most congregations and new pastors is that they don't always know each other.
对于大多数会众和牧者来说，问题是他们彼此不认识。But you do have some history and some experiences upon which you can build your commitment that you are making today. 但你们确实有一些历史和以前的经历，在这些基础之上，你们今天对彼此的承诺是建立在这些过往的经验上。But this will not be a substitute for the growing and the working together that lies ahead of you. 但这并不能取代你们前面共同成长、共同同工的。Continue to grow in your love and your trust for each other. 继续在彼此的爱和信任当中成长。Of discovering unknown mysteries about each other, of establishing a relationship in which trust can continue to grow. 发现彼此身上未知的奥秘，建立信任可以增长的关系。You know, the scriptures are right when it says that there ought to be no strangers or sojourners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圣经上说的非常好，在主的殿里不应该有陌生人和寄居者。And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when people take the time and effort to become trusted persons in God's house. 当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成为房子里值得信赖的人时候，尤其如此。That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continually nice and easy.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一直不断的美好，处于蜜月期。There will be times of misunderstanding, tension. 也一定会有误解和紧张的时候。In fact, there has to be. 事实上，必须会有。If we are going to work and bring our different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into this relationship. 因为我们把人生不同的经验和体会、观点都带入到这种人际关系当中。However, with a foundation of trust in each other.Comes the possibility of real growth as you work through these issues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然而，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当你作为一个社区度过这些时期时，就可能会有真正的成长。I'm excited about the future here. 我对这里的未来非常兴奋。I believe that God has brought you together as pastor and people. 我相信是神把你们作为牧者会众放在了一起。The uncertainties where this will all lead still remain.这将把你们引向何方还是不确定。But God is doing a new thing in your lives. 但神正在我们当中做一件新事。And my prayer is that God will greatly enrich your lives. 我的祷告是，当你们继续虔诚的时候，神的灵在你们心中运行，敞开心扉时。Both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as you continue your journey together. 神会极大的丰富你们的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整体的。And open yourselves to the movement of God's Spirit in your lives. 更多的敞开来欢迎神的灵进入到我们当中。May God bless you in this exciting journey ahead. 愿神在这个兴奋的旅途中继续祝福我们。Amen. Amen.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很荣幸欢迎刘新宇传道和他妻子王慈云来到中央浸信会国语堂牧者的就祭典礼。我们相信圣灵的带领，在教会呼召刘传道成为中央浸信会国语堂牧者的过程当中，我先请聘牧委员会的代表刘杨灿宇姐妹来讲述他们是怎么样在不断寻求神心意的过程中，发现刘传道是国语堂牧者的合适人选。
关于聘请流传到我们大概有五个人有一个聘募委员会，总共进行了两次的面试。在第一次面试中，我们都一起面试了流传道还有慈云师母。在第一次的面试中，我们谈到了关于他对教会方面的意向，然后关于他个人的这个性格，包括他的恩赐，然后还有他在神学方面的学习，他个人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以及他对家庭的照顾等一系列方面的信息。在第二次面试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他对于国语堂未来方面有怎么样的一个意向，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方面的看法，以及他是否适合我们国语堂这个牧师的这个任职。通过这两次的面试，我们所有人在经过祷告后决定肯定了他的性格方面、他的恩赐，以及他在能力方面、关系处理方面一系列的能力。最终我们一致同意将他推荐给执事会以及教会的会员大会中，让大家一起去投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谢谢杨灿宇姐妹。接下来我也请刘传道向大家来讲述神对他来中央浸信会成为国语堂的牧者，对，还有对整体教会和群众的承诺。谢谢我们主席。其实我在2012年进入中央浸信会以后，其实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今天能够去站在这里，能够作为传道人来服侍神，来服侍这个教会。其实我自己在这里经历了信主、成长、结婚、生孩子、被神呼召去念神学，还有全时间来服侍神，这样等等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而之前这位牧师他在中央浸信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现在我也是要再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来继续的去侍奉。其实正如刚才简牧师讲座当中提到的一样，我和正欧牧师将会非常的不同，但是感动我们的是同一位灵，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基督，我们所服侍的也是同一位神。其实在未来国语堂的服侍当中呢，我也将会尽我所能，我去尽心尽力用神给我的恩赐，我去尽到做一个牧者的责任，然后能够去与整个教会的教牧团队，跟着我们的国语堂事工委员会，跟着我们的诸位平信徒领袖以及全部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心，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其实在这里，其实我也必须要感谢慈云，他对于我们对于我在中央浸信会对于我的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支持，还有他在家庭上对我的这样的一些帮助，这也是我能够去站在这里，我能够去一直的能去跟随神服侍神的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也会要去尽力去照顾好我们的这个家，照顾好我们家里的任何需要，也尽到我们做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的这样一个责任。虽然说我在未来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它是超过我们所盼所求的，也求神能够去保守我们每一位，能够在我们各自的一个角色上能够一起的合一 来服侍我们的神。谢谢刘传道。你们已经听说了在圣灵的指引下如何把教会和刘传道建立成为福音的伙伴，刘传道将要牧养我们的国语堂群体，现在他要确认他在神恩典中的信心，并宣告神在宣告在神的带领下他愿意忠诚并勤奋地履行牧者的责任。当众弟兄姐妹和刘传道一起进入这个盟约，会众也应当承认你们接受刘信宇传道作为你们属灵的领袖。我接下来问刘传道一些问题。刘传道，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
和救主。我相信。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对人类的自我显示？圣经是对全世界男人、女人、男孩和女孩的话语。我相信，我也愿意用我的生命，我所说出来的一切话，在我服事的事工上来一起见证神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信实。你是否相信神呼召你来牧养国语堂？你是否通过讲道、教导、牧养神的子民，并忠实地解释圣经来履行这一个呼召？同样的，你是否愿意使众会众能够互相服侍和服侍更广泛的社群全力以赴？我相信神已经呼召我在我们这个会众当中，已经在这个社区当中去服侍他，而且在神的帮助之下，我将爱这些所有属他的一些子民，我与他们将会一同的服侍，利用圣经讲道教导还牧养他们，也用我的恩赐和能力来服侍神，让众人都得到益处。作为国语堂的仆人领袖，你是否愿意与其他牧者、执事、领袖和会众们一起以谦卑和仁爱的态度一起服侍？你是否愿意用你的恩赐和能力，在彼此服侍中把福音推广在这个和更远的社群当中？在神的帮助之下，我愿意。我以下这个问题是向会众问的，如果你同意，无论你是在教会或者在家里面参与流传道的救济典礼，请站起来。作为神的子民，中央浸信会的会众，你是否接受刘信宇传道为你们的牧者？你们是否愿意与他一起遵从神、服侍神？你们是否一起立约、爱护、祷告和鼓励你们新的牧者刘信宇传道？如果是，请站起来。好，谢谢，请坐。作为一个教会和牧师，我们一同进入一份彼此关怀的盟约。我请刘传道和国语堂施工委员会的主席张腾弟兄代表国语堂和教会在这份盟约上签字。在双方签字之前，请张腾弟兄和大家讲述一份这份盟约的内容。关于我们一会儿要签署的这个盟约，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还有一个宣读。作为中央浸信会的牧者和会众，我们愿意为了神的荣耀、基督教会的益处、牧者和他家人以及所有会众的共同福祉，我们签署这样的一份牧师和会众之间相互的关顾的盟约。我们接受牧者与会众关系的基本性质是一种相互的契约，而不是一种雇佣的合同关系，也不是一种正式的协议或者权力的安排，它是一种一同迈向基督国度这样的一个相互的伙伴的关系。我们接受我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向对方负责和相互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首先让我去宣读，无论是牧者还是会众，我们都有共同的责任。我们承认教会不属于牧者，也不属于会众或平信徒的领袖，而是属于基督，这不是我们的教会，而是神的教会。我们同意一起工作，以实现我们相信神正在引导我们的共同的愿景。我们接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意愿、态度、行为和语言上都要遵循爱的原则，这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完全了。我们同意在冲突的问题上，我们将服从耶稣在马太福音5:23-26和18:15-20所表达的原则，以及教会在冲突解决上的政策和程序。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将是诚实、透明、坦诚。我们拒绝流言蜚语，拒绝含沙射影，还有猜疑和操纵。我们同意每年持续审查这个彼此之间关顾的这样的一个盟约在会众生活当中实践的情况。我们接受定期为对方有祷告的这样的责任，并且持续的求神持续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是会众对牧者的责任，刚才我宣读的是牧者和会众共同承担的责任。下面请听会众对牧者的责任是，我们接受我们的责任，
为牧者和他的家人提供适当的身体、情感和经济上的需求，以便他可以跟随神的呼召，而不必过分担心这些问题。我们同意在牧者的家庭和个人生活的方面，尊重他们在时间、空间和情感上的需求，有适当的界限。如果我们对牧者或他的施工上有问题或担忧，我们将直接去向他提出，或者通过更广的领袖，以适当的渠道公开和诚实地处理我们的担忧。我们确认牧者被呼召领导这个教会，并装备其子民进行宣教和施工的工作。接下来请刘传道宣读牧者对会众的责任。如果我与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弟兄姊妹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分歧，我将直接与这位弟兄或者姊妹来交谈。我承认我的角色是领导和牧养这个教会和会众，但我不霸占这个教会。我同意为自己的生活、侍奉以及教会和会众中的其他的领袖都负上相应的责任，而我也接受我的职位所带来的各种能力和权柄。我将在神的带领之下使用这些能力和权柄为教会和会众带来祝福，而不是滥用它。最后我们再有一起宣读这份我们这样的盟约。我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将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以上的责任。也靠着神的恩典，我也将努力在日常的生活中去实践以上的责任。我请解牧师 Reverend Ken 为刘传道祷告，同时我也请我们的执事、执会和牧者的代表来为他按手祷告。Reverend Ken 的Reverend Ken prayer would not be translated into Mandarin. 解牧师的祷告是用英语的。We are grateful that gifts to your people come in the form of people, of each other. We thank you today for Frank, who has received your call and has been gifted for ministry. And we ask that you'll confirm that call and gifted us by your Spirit as he moves into this new ministry role as the pastor of the Mandarin congregation here at Central Baptist Church. We thank you for his gifts of leadership.Equipping and faithfulness, and that he has responded to your call and has dedicated his life to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and to matters concerning your kingdom. We pray for Frank's continuing spiritual growth and his ministry development, that he may be equipped with every good thing to do your will. Grant him wisdom to understand and power to proclaim and preach your word. Keep him faithful to the task for which he's been called and to discern right priorities in the midst of the many demands and expectations, and he will remain true to the word of God. Father, we ask that you would enable Frank to exercise his gifts, to demonstrate initiative and godly wisdom.Empower him to provide leadership that is clear and yet demonstrates humility before you. Through your grace and power, may he be able to fulfill his calling so that we, your people, may be strengthened. Give him a deep love and a care for those whom he will serve and that he might know such love in return.
him open ears to hear, open eyes to see, and to perceive your vision and our needs. And give him open hands to share the good things of God with his congregation. We pray too for his family, for Cindy, for Abby and Nathaniel in th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hat they will give to Frank. And help us as your people to support and to care for all those who set aside a minister among us. May we learn from you. May we serve you and serve our community in partnership with Frank. And we pray that relying on your Spirit, this congregation in partnership with Frank will bring the good news of Jesus to all in this community of Central and beyond. And so, Lord, to this ministry we consecrate Frank and ourselves, that to you may be given the praise and the glory, now and forever,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代表中央浸信会，我宣告刘信宇传道是我们中央浸信会国语堂的牧者。愿耶和华的脸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于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保护你，赐平安给你。阿们。感谢主，我们能够真的是一起在这里能够去签下这样的一个盟约，而这也不仅仅是一份文件，而更多的是真的是能够去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一起努力，我们一起能够去把我们相互的责任、相互的关照，我们一起能够去通过实际行动，我们来体现出来，好不好？我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因为我们都把我们最好的自己能够去献给神。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要忠心敬虔爱主，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将你最好的献恩主，你心让主居首位，在侍奉中以主为重，一切献上最宝贵，奉献必从主的赏赐，神将独生子赐下，你要甘心乐意施主，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愿我们神都祝福我们，我们也一起来领受我们的父神从神天上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浇灌与感动，天天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众弟兄姊妹请坐。
我们今天呢我们接下来是一个报告的时间，我们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没有？哦，我应该都之前都有见过之前都有见过大家了，嗯。OK， 好，我们其实来看下一章。我们下一周将会做我们2021年的澳洲教会生活的调查 NCLS。其实本来应该是去年做的，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就一直推迟，然后到二月份我们就必须要去做了。然后我们将会在下个礼拜，我们在主日崇拜结束以后，我们会在教会里面一同来做。我们在家里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做。到时候呢，我们会把这样一个链接来发出来。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调查，其实能够更好的去知道我们每个教会的一些需求，一些每个教会的一些状况。其实目的呢，其实更好的为我们能够去评估我们教会确定我们的优势啊，提供一些评估，还有一些决策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其实是对我们整体教会对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其实之前也参加过了06年、11年、16年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都一起来参加。我们在周中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一个链接能够去发出来，然后我们会在20号的时候，我们在崇拜以后结束以后，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这个大概是花15分钟的时间的样子。OK， 好，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现在是已经我们是上周已经有进行了，有一些星期四和星期二都有一些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参加。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能够一起都做祷告的勇士。我们是时间是每周二的每周二和四晚上8点到9点的时间，然后我们祷告的内容呢，我们已经在周报里面都已经附上了。我们打开来的时候，在最后一页，我们就能看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事项。也鼓励弟兄姊妹都一起能够来参加。嗯 ，OK， 好，我们下一周主日崇拜的这样一些内容，也请我们服事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去预备好。嗯，好，我们欢迎弟兄姊妹都在今天能够一起来到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接下来也可以有一点默祷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散会。